在大陆地区。那具体上要什么吗？当然是高雄要什么？高雄要发财啊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市长，所有的知道我们都要发财，但是具体上你要开放什么东西、什么项目，或者是说现在有什么限制，你要现在告诉我啊！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，不是说高雄要发财这么简单就可以糊弄过去。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，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往高雄发大财的目标。那具体上你要做什么吗？这个自贸区是其中之一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市长，你真的懂自禁区吗？等待有你，自动就自在正在旋转中。你是否敢去相信，他都能够你迷信？却是不本意，也许是一种天意，写个剧本恰怪一家，靠一张嘴那欺骗天下，西海外门就一座名家，平面山间和不大俗话，和你路边山间你看着高中发大财，编剧就要看到爱你看西海外门流彩，大内出血太流泪，从来不给我机会，这次编剧特别累，不懂事情喜欢，这次真过激，很对，前面说话，不想放弃，是真前面对，就放了吧。高雄是真就前七七岁，我这一次偏便是还太痛了。高雄，西海岸让人发笑，人生能有几个机会能够带我发大财？总统怎能轻易放掉？哦哦哦哦耶！哦，是真如爱惜，不是大大滴滴。别去问那些事情去，别让钱拖来拖去。西海外和邻居，太平面对人力，可以可以比拼天下一对开。还抬头了高中，西海岸让人发笑，人生能有几个机会让我发大财，总统也轻易放掉。